天气真的好热，想要跟女神一样穿得清凉又性感吗？但是要如何来抵挡色狼的目光，甚至还有咸猪手呢？大陆最近网络上流传一种腿毛丝袜，效果真的好惊人。现在网友呢还发挥了创意，搭配这款胸毛胸罩，连外国媒体都忍不住拿它来开玩笑。他们这回自制了一双腿毛丝袜，然后呢找个金发美女走上街头，很有效。It's the must-have item. 脚趾纤细，脚掌洁白，怎么看都像是女生的双脚，但怎么会长满了浓密的腿毛？这是最近在大陆网站热传最夯的腿毛丝袜，穿上它包你完全杜绝色狼。因为造型太过另类，还红到欧美，引起外国媒体注意，大开这款防狼丝袜的玩笑。Do you think this hairy new trend will catch on here? It better catch on.英国太阳报如法炮制，自制了一双一模一样的腿毛丝袜，交给金发美女穿上到公共场合测试。结果男人见到了，无不退避三舍。You would never go for a woman with those hairy legs. Hell no. Hell no. 走在路上，年轻人都露出厌恶的表情，甚至伸手遮住视线。在健身房里，路人更是连看都不想看，就算是女性同胞看到，也忍不住露出无法理解的眼光。腿毛丝袜引起网友热议，网络上立刻有人追加推出一款胸毛胸罩，有人打趣说这两款如果一起买，防狼效果绝对百分百。其实防狼胸罩还没有实际产品，女性同胞如果想要用这招保护自己，恐怕连桃花都会一起斩光光。中天新闻钟宇浩综合报道。